In July 2022, the Ver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Center of the China Instrument and Control Society,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Institute of Biophysics CAS,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for Food and Drug Control, the Chinese Research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Liaoning Pharmaceutical Inspection and Testing Institute, and Center Testing International Group Company, conducted a ver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K2025 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with the guidance of the Committee of Experts.根据应用领域确定合作的参评单位，并确定验评方案，再由我们验评中心指派技术工程师对所参加验评工作的所有工程师进行上岗培训。我们验评中心第一个仪器机种呢，就是这个高效液相色谱仪。我们是从基本性能的评价、实际样品检测、耐用性及工作站的合规性四个方面开展验证评价。 同时与进口仪器进行对比，进一步评价高效液相色谱仪的综合使用性能。我们对高效液相色谱仪的基本性能展开验评，分别从用户普遍关注的四个方面展开，包括自动进氧气的样品残留率、检测器的最小检测浓度、动态机线噪声和漂移，以及定性力量的重复性。 我们对验评过程中所有的原始数据进行详细记录，同时在实验过程中出现的任何故障以及维修维护情况也会一并记录。我们从环境检测领域来验证高效液相色谱仪。实际样品检测分析中，我们根据目标物选择对应的标准品，考察理论塔板数、分离度、灵敏度、透影因子和重复性五个参数。 我们在实际样品测试分析的时候，测定完标准品的同时，会测定实际样品，并与进口对标仪器进行比对。我们从食品应用领域来验证高效液相色谱仪。做完实际样品测试对比后，我们会对仪器的耐用性进行验评，连续静样500帧。 记录保留时间和封面积，保留原始数据文件。我们从中药应用领域来验证高效液相色谱仪。做完实际样品测试对比以后，我们会对仪器的耐用性进行验评。我们每天重复7次静样，完成一组测试数据，记录保留时间和封面积，保留原始数据文件。 我们从化药应用领域来验证高效液相色谱仪，进行了实际样品的测试比对、耐用性检测后，同时我们对工作站的合规性进行评价。根据 GMP 的规定，对工作站进行完整性、数据的可溯源性以及数据的安全性进行评价。